在上海，那马来西亚应该算是第四站，都还是会看到不一样的惊喜，所以请粉丝们尽情的期待。OK， 我们希望哦，马来西亚这一站，我们的火力全开，更高的这个热度，好不好？就因为你说一直在跑的巡回嘛，就每个地方的气候都不一样，其实也会有担心，其实体力会身体的状况，其实会没有办法负荷的情况，会不会特别的照顾一下？特别照顾是一定的，该做的运动，该做的安全措施都会做。可是像我刚刚说的，前天下雪，然后马来西亚这么热的一个地方，可是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好像看到和尚可以打坐在冰天雪地，然后穿着自己平常的衣服，其实一种心态。如果自己的心态决定境界，是不是心态决定境界？所以在演唱会的这个心态是很忘我的，所以无论是什么天气。